不是欠你一个负债，你不用害怕会把你伤坏。让他走过来，你就闪开，还说要告别，但是可能也许他正在等着你表白，还在这里阻止发誓等待。我不能吗？再不告白，他就要被人拐卖。挺起胸膛，爱不复杂，大声说出来。谢谢。